地的地主是欠我的钱，我摕伊的土地来对小姐提供地头的代志。上重要哦，这片山地哦，即马是阮头的啊啦，拜托，莫讲遮济，紧走紧走，听到无？发了，你凭啥跑啊？代志闹大，对你嘛无好处啊。我就是怕输赢，我就是爱闹，地当两万。你家的人是主宰。我想怎样？雄雄招出一个家里一个程咬金。你猜，我搁怀疑。因两个早前来偷懒去啊。应该是袂吧。你跟阮太太结过面了后，伊就无搁甲伊。是你跟阮太太发生什么冲突？无，你当是要问姚纯呐？你哪会知个姚纯？因为因爸甲我误会，伊就是进前欺骗雅纯的迄个渣男。这片土地地主欠我的钱，我摕伊的土地来对小姐提供地头的代志。上重要哦，这片山地哦，即马是阮头的啊啦，拜托莫讲遮济，紧走紧走，听到无？发了，你凭啥跑啊？代志闹大，对你嘛无好处啊。我就是怕输赢，我就是爱闹，地当两万。你要跟我分手？凭啥物？因为你查某，我就要牺牲我家己的感情啊！我真正是看不到人啊！这支持你跟阮爸做伙。你若是咱较早就代志甲我讲，较早讲，讲到底，你若是来怪我，无较早甲代志甲你讲啊！你出啥？我拍算要甲心仪求婚啊！我无同意。但是对心仪的家庭背景都拢无清楚啊，是要甲人求啥物婚啊？一个嘲讽就甲咱叶家母甲乱七八糟啊！啊，你今摆要搁找第二个哦？嘛看过的人遐尼济，敢讲我会挑工，甲我后生起冲突？爸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